咖啡行为是全球五大最佳青年主厨，而他的漂亮料理拉米尔拉米尔餐厅更被评为是太平洋上最值得吃的十大餐厅之一，阿里龙虾正是他的代表作。Here's how it goes. 夜市平民版霍廷恩，有山寨版的你耶，你红到夜市去了，偶像。干嘛？昨天不好意思啊，大厨今天血压突然升高，有点晕眩。Dustin， 你的冷台区是怎么了？是被台风扫到吗？整理一下好不好？夜市，来偶像。Ryan， 今天跟我。夜市。小内山，你的寿司是不是太干了？换一个吧，可以把前置三盘排出来了，把今天美女全部给我。你还在这边干嘛？你看，不是，今天好帅，快吐了。去接我妈有梦了，开，别去。哎，做白日梦，驾驶穿梭，心跳空气，酝酿前奏，准备离开一旦封闭的角落。可能努力为了成功，不渴望，独行发作，有大成就人必须做梦。挫折让人休息，跌入谷底，直到出发。刚瓦上老板打来说，西区外面发生车祸，他的车也被追撞，现在没办法送瓦斯过来。真有你的大福，青爷辛苦了，玉姐的臭豆腐让你吃到饱。好哎，夜市的事情就是我青爷的事。咖喱沙包蒸奶烧烤腰炖排骨鹅肝，各种美食应有尽有，吃到赚到你赚到。咖喱沙包蒸奶烧烤腰炖排骨鹅肝，各种美。是应有尽有，直到赚到你赚到你赚到我，你赚到。首席平民就是君啊，你记不记得？要是没他写的好，就会写的不好，对吧？所以他的车子，赫厉害之后，他手艺很厉害，因为他可以把你的餐厅写的中国台湾品，中文，谁来都一样。我的料理并不是做给美食评论家吃的。离开，牛胸物，你讨人厌。我话先说在前面，长辈的交情是交情。但是对于料理，我有我的专业。野菇澄清汤，吹糖球里面是熏烟，汤加进去让吹糖球融化，也让熏烟跟汤融为一体。吃的时候有野菇的甜，但在嗅觉又有一股熏烟的香，慢用。虾脑搭配着番红花饭一起入口，咀嚼在口中，
感受到白兰地它的香搭配着虾脑的鲜，正好提升了番红花饭的甜。我就是你们今天的主厨，我叫霍天。没想到你今天晚上可以这么精准的处理料理，又这么优雅的跟我们用餐。还好在前场跟厨房从容不迫一向是我的风格。你好，我叫孟如熙。你好，我叫霍天。山寨版跟就在这里啊，夜市平民版霍廷恩咖喱虾堡啊！请不要继续在我面前提夜市，我只想离开这个地方。我现在感觉到很反胃。欢迎这个是，祝您是好日，谢谢。跟我想的差不多，夜市的咖喱能好吃到哪里？怎么吃都透着一股酸味，做的不怎么样。更不要说你利用别人的名字来替你们自己炒作。你凭什么说我咖喱是错的？你以为你是谁啊？很好，我身旁的这位就是知名餐厅 La Mio 的总经理兼料理师霍廷恩，掌声鼓励一下。我还要继续嘞，我们这里卖的是独家料理。平价美食，便宜不代表难吃，便宜是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吃得到美食。而且我们这里是经过32万网友认证的。咖喱的世界，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客气啊，接着拿。说你是平民版的霍廷恩。哎，你别误会，那是我自己PO的啦。